让大家能更快吃到自己种植的韭菜，我给大家准备了这款韭菜根儿。天气凉爽时，根部就会变红，韭菜味儿特别浓郁。种植方法简单，修剪一下根部，翻土施肥，划10公分左右的沟，韭菜根儿摆好，埋上土，然后压实，浇透水就可以了。这样种，种一次可以吃好多年，你也赶紧试试吧。